现场所有的嘉宾，大家中午好。哎，我发现我们是不是坐在比较后面，所以我看不到你们的掌声。你们掌声可以再来一点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那这边的呢？右边的呢？后面的朋友，可以吗？对，待会就是要把这个气势拿出来。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呢，可以呢来参加明阳哥的南部的签唱会，等于见面会。那其实呢我从认识明阳哥的时候，就是在喜多唱片他一开始踏入的时候，所以呢如果我们喜多唱片今年迈入了第七年，应该有，我觉得有，我们两个也一起，对不对？一起呢为了我们喜多唱片，然后好不容易到了今天啊，今天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大家对于我们唱片公司的肯定。那刚刚第一个唱歌的不用怀疑，就是呢我们最漂亮的我们的小师妹，我们的杨馨桦，所以大家待会要多多支持她，好不好？那打给后，因为我出道其实说实在话蛮久的，但是很多人很少看到我的真面目。那你们现场之前有看过我的人举手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哎，真的有哎，哇！那如果没有看过的，那也希望呢，通过这一次呢，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。那希望呢，让大家可以对我多多认识。那当然呢，今天呢，那拱点到明阳哥的后期呢，来这边跟大家见面。那一林在此呢，也要祝福我们的明阳哥呢，可以专辑大卖。那一林呢，今天又有带来呢特制的宝物杯要送给明阳哥。对，你看，你为什么是特制呢？因为呢，我把他这次的专辑呢，的照片呢，用了一个专属的保温杯，要特别送给明阳哥，是希望说呢，哈，就是不管走到哪里啊，然后都可以喝水啊，然后保存最好的声音，然后永远唱歌给大家听。一共已被唱到退休啦，我是跟他讲说，大概要唱到100岁以后啦。那我们刚刚在那边讨论说哈，希望未来有机会他可以在我们高雄，然后办一个万人的演唱会，你讲好不好？那大家会不会到时候一起来参加？会。啊，个爱只有咱的亲戚好朋友才会来参加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先把我这个特质的保温瓶送给我们明阳哥，祝福他专辑大卖。明阳哥，我们可以先送给你吗？我们邀请明阳哥上台。哎，真的，我不要这个。你要什么？叫什么杯？保温杯啊！我不要保温杯，我要。你要什么？谢谢。真的啦，哎，真的，明阳哥很可爱。哎，真的，这个我很早就克制了。对，因为我一直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张专辑的照片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纪念。好。对，就是我们一起打拼啊，然后希望明阳哥可以就是继续为歌坛有没有串出一条更新的路。我带来这一首呢，是我去年的主打歌的专辑里面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。那因为呢，我知道现在的人生活压力比较大，那听一些比较舒服的歌曲跟轻松的歌曲呢，可以安抚人心，所以带来这首叫做《幸福满满》，听以后默默送给现场好朋友，谢谢。各位掌声鼓励，谢谢。那现场的朋友，你的手可以借给我，可以吗？Thank you.
再次热情的掌声，感谢我们玉玲小姐，谢谢。